到第几层了？你别催了，最高境界当然需要花点时间了。你再这么磨叽下去，我就没命尝到你的最高境界了。行了，死丫头，没完了你！哎，叫什么？死丫头。行，我死猪行了吧？您坐回去行吗？快点求求大厨师了。当当当当当！清平常最高境界。嗯，好了，这不就是蛋炒饭吗？什么蛋炒饭呢？这就是蛋炒饭啊！金包银，最考验厨艺的就是这个。首先是这个米饭，一定要不软不硬，其次是这个蛋，打的一定要圆。来尝尝，大哥。 你手艺不咋地，还挺会吹牛的。哎，你别胡说，不是谁都能做金包银的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一般般吧。你就嘴硬吧。哎，我说，你给我留点啊。 你得给我留点，我也饿着呢。哎呀，不够了！哎呀，你少，哎呀，不够了，不够了。这叫不好吃啊。